感觉很满足，就是他对我真的是挺好，有什么事他都会为我想一下。幸福就是我们一家子可以在一起平安快乐。有不亏心，就是常年在外把他带在一起，我看他的心里难受。要脸一下，亲前面一点来，来吧，来了，亲一下嘛。今天老婆最美，在我心里。我想通过一个这样的摄影项目，能够去聚焦他们的真实的生存状态跟情感状态，给他们一张美美的照片，能够圆那么一个心愿，我觉得也是我自己一个让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件事情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